今早要讲的题目是敞开心扉，安住当下。大家在黄帝的故事当中，有人庙里面的安全，他们有保安啊，红国啊，防盗啊，以及各种电器的质量啊，这个都。我们大辽的召唤曹操啊，都是要保证这安全，所以我们就需要要有窗户，只要有门，就要有枷锁，要有人值班啊，要有记录、登记啊、挂单、退单啊。这个查验身份证号码、这个身份证等等，这就是为了庙里边的保安啊，自己应该具备的程序、条件、措施啊，才能够保证安全。保洁呢？要保持保证清洁啊，我们这个斋堂的佛堂的这卫生都做得非常的干净啊，这北方非常的整齐。我们辽皇走到啊广场各个方面的通道都需要去保洁了，那有些有质的东西已经不好清了，我们都要用这些去污粉等等把它去掉，就是说各个地方不干净的都要把它清除，让它清洁。用的方法是不一样，工具也是不一样，材料也是不一样，但是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环境清洁，保持清洁。常常我们就说做事情的目的都不在于这个事情的本身啊，你搬石头目的不在于这个石头，你炒菜的目的也不在于炒菜，你清洁卫生的目的也不在于清洁保洁这个本身，那你不保洁的话就不卫生了，不卫生人就容易得病了，就它是有因果关系的，而不是说啊，我们做事情的本身不在这个事情，那我们事情可以马马虎虎做啊，也不是这么一回事了。那你说我们走路，你说我们走路的目的不在于走路，那我们可以随便这个走来走去的，你都是在浪费这个时间。就是说我们说话我们做事它更有进一层的含义啊，也就是说我们要追求的，我们要成就的，就会有更高的、更好的一个目的。啊，那么这个事情的本身，它的意义也都是有限的。那如果我们眼前的、当下的没有做好，那明天的、未来的怎么能够好呢？所以我们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，对一些观念性的一些理解，必须要很深刻啊。
而不是说我们忽视于对世界上面的理解啊，而且说我们就不舒转，它都是有一系列的连带的关系。那么反过来说，我用什么方法能够让寺庙里面安全，很重要。我用什么方法能够让这个寺庙里面清洁卫生，那么方法方式是很多的，只要你达到这个目的，那么方法方式是千变万化。你早上着地，只要我这个有空余的时间，早晨中午晚上，那都是可以的啊。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规范，你不知道这个规范说啊，它就很难说好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去学做这个事情本身，它操作的流程的规范是什么啊？它验验都是有规范，熟能生巧。你刚刚开始不会做，你做这个微针不会做，那你要去学，从生疏到熟练，从熟练最后你就做起来就这个驾轻就熟。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保持一颗好学的心啊，对未知的领域不坏了，都要有一种好学的心啊。那么保安保洁那么够不够呢？那还不够，没有里面很安全，环境很好，卫生也很清洁啊。但是如果说我们所有的门都锁起来，那你房间就进不去，你也出不来啊。如果我们这个和外在隔绝的联系，那我们也这个阳光空气啊也透不进来，那我们人也没办法活。那这个也就是说，你在做卫生的过程当中，你也要注意着啊，我这个经常要开窗户，而且到冬天你可能中午才能开窗户，那夜里开窗户，那就会着凉，就会出问题。那这个开窗户几点钟开，什么时间开，然后你看要去找着比较暖和的没有风的时候开，而且开窗户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这站在对着窗户啊。这个就是打开这个门窗的需要，我们这一天当中，我们这个屋子里头，它必须要有这个过程，必须要这后面的内容，才能够有这个新鲜的空气进来。那我们这个人的心会是一样啊，你如果是说没有意志去敞开我们自己的心扉，那么你这个心就跟与外在，这个与别人是隔绝了啊。常常我们听到说这种自我保护，那你就是在自己心里边的思维砌起来这么一堵高高厚厚的墙，反正这个外在的就是阳光，外在的空气就进不来，就跟人沟通就会有问题啊。就我们人的心跟外在的，跟外在的这个魂子跟外在的境界是一样。那在这个自然界里面，那它空气最好了，阳光也是最好的啊。阳光、空气一路聚足，它的万物生长就快，就茂盛，就欣欣向荣。我们的人的心也是如此啊。那我们
敞开心扉，但是你又要保安保险了，啊，否则的话你门打开了，他交头保险来了，窗户打开了，他风沙刮进来，那刮进来，都是说有可能的，那么我们还是要下一步要保洁，啊，那我们要安住当下，安住当下，就说这个时候要开窗，还给这个时候要开门，还这个时候要找医生，还是这个时候，要整理自己房间的这些物品，都是很清楚的，啊。但是无论我们保安也好，保洁也好，无论我们打开这个窗户也好，但目的呢，又能让我们人要住的舒适，啊。人的心情好，人的工作起来方便，整个环境好，健康。也不是说我们要去弄这些，很无谓的一些事，啊，他对人的这个学习、用功、修行、生活、工作都是有关系的，就营造一个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。那么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的。那同样如此，我们修行用功，对这些境界，那我们只有做这些境界怎么办？那我们就有一种安住当下的受益和心态。那比如我们这个现在要吃饭了。但是你真的觉得我这个今天呢，最少有点点饿，没有昨天那么饿，没有前天那么饿，前天你看一天没有吃，两天没有吃，那你老想着哎，我在昨天很饿，那现在不怎么饿，那现在就不怎么坚持啊。而且说等一下看一看是不是很好吃，哪个很好吃我们就吃一点，如果不是很可口的，那就少吃一点，而且就不吃了。啊，而且说你讲大家都来过堂了，我不来过堂也不好意思，那我要了。这些都不是安住当下的一个心态，但是我们内心心识心没有规律、没有规范的一个标识，没有按照这种工作流程操作的一个状态。那就是非常容易，这个会出问题的，啊。我们常常这饮食知识量嘛，什么时候吃多少，那就跟我们的工作一样，定时定量，我每天能够做多少事，我每天能够吃多少饭，什么时间去做事，什么时间来吃饭，就这个修行就是这么简单，啊。那有时候你减吃，有时候又不减吃，有时候减去工作又不减工作，有时候减学习又不减学习，那我们的心这个各就处在一种躁动的过程当中，是处在一种躁动的一种状态，这种没有安住。那实际上面我们外在提供种种的条件的目的，就是要了让我们的心能够安住。你有安住才会有快乐，啊，那我们心在断大，在浮躁，啊，你所有的法都是不光源的，啊，那我们这个没有去认识到，说这些问题应该从我们内心方面去着手。去解决，去加工户，在外在的去拾取，那都是错误的。这为什么叫无取用？你去追求外在的东西，就是拾取色用嘛，啊，去执着自己种，执着追求自己种种的感受，累积下来的就是受用。
我们自己很多的胡思乱想累积下来的是行运啊，就是千锤万断，最后你累积下来就是行运啊。我们一直在分别比较杂乱众生的心态，累积下来的是时运，就无运也名为无起运啊，那起的就烦恼啊。那我们修行的目的就要靠智慧去观照啊，观照成这时刻我们当下怎么办，这我菜也不够了啊，我要把哪一个碗推出去，我粥不够了又要哪个碗啊，然后又吃多少，我又怎么表示能够让行坛的同学看得到啊。当行坛啊，我们也有观照啊，现在哪位同学需要这么东西，这个非常的敏捷啊，这观照力又很强，那动作又很迅速，同时我们走路打荤菜的时候又不能有闲身啊，又保证安全不能烫到别人的手啊，又保证保洁，这个不能丢这个掉在地板上掉在桌子上等等。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关照，没有安住的一种心态，那你很浮躁，你肯定会伤到别人，你这个汤也好啊，菜也好，你肯定会这个不容易做到那么圆满啊。那你打菜的时候能够非常的安住当下，吃饭的时候我们一直安住当下观察自己内心的啊，我们现在起什么心，动什么念，我们现在是在干嘛，就坐在这里做什么，此时刻刻又非常的清醒，非常的清楚啊，那么就不会啊老去讲啊过去的事情啊，早晨这个念经有没有念好啊，啊昨天怎么样子啊，前天怎么样子啊，这老去这个怀疑过去这些境界，然后在这些境界我们又不能悟出更深的道理，然后让自己安住，横过来本来过去已经这个做过的这些境界，就比如说我们昨天为什么没有打造好，我们的班长你批评，你老是讲，我说昨天没有做好被批评。那你昨天没有做好，你今天完了做好，那明天做好呢，才就对呢。你老记住说啊，昨天工作没有做好，被人家批评。那你这个人的心态就会有问题。啊，纠结就纠的不对路。啊，我们佛法都是为了要去处理解决当下的问题啊，当下的问题处理好了，今后才能够更好，未来才能够更好。所以这佛法里边任何的一个法，它在任何的一个事上它都能够体现，就是说你在这个事上能不能悟出，这是很关键的。那么你在任何一个事上悟出这些道理，你只有亲身去历练，而这个才是真实的。没有亲身去历练，没有实实在在去工作，那么是非心够不是吗？我们就非常容易讲的理论脱离实际啊。空跟有大，大跟小，就是这种。它空是建立在有的基础上，大是建立在这个小的基础上。啊，一件大事是由无量的小事组合而成，
啊，这个无念的就是无念的事物，然后它组合起来，因为它的本性是空，所以我们不能去执着啊。但是它这个本性是空，它是建立在这个有的基础上，它才能够谈到说它是空的。如果说不是建立在有的基础上，那么你去谈它是空，那就变成虚无主义了，这个是错误的。所以我们空要从内在来讲，就是对治我们的烦恼情绪，因为它是空，所以能够把内在的烦恼情绪断除掉。从外在的空，他是认为说这事物没有生死性啊，所以他能够改变他的状缘和合啊。那么这些状缘和合，那么我这个当下我要怎么办，让他状缘和合朝着 好的善良的圆满的一个境界去努力去发展，这才是对的。而不是说啊，这个楼你就状缘和合，那个楼也就状缘和合，那肯定没有错。但是这个楼我们能够住，那个楼人家不让跟你住，不让你住，这个楼跟你没有关系，你再怎么状缘和合跟你没有关系啊。就是我们今天现在吃饭状缘和合，桶里面有多少花，直接攻击到我们现在的吃饭。你库房里面虽然有美，那么你要过两个小时以后才能状缘和合，这情况就不一样了。现在达到你的跟前没有了，即刻的起烦恼，你就再等一个小时给你煮嘛，两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学佛法有一层一层道理，就清楚，学不清楚，学习了越学越糊涂。